哥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四的下午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好的，妹妹爱漂亮呢，因为今天怎么样？今天觉得我的妆实在是太美了。她今天妆感薄透自然。我就好奇呀、啊，今天她到底用的是什么粉底液呀、啊？口号，来呀、啊！请问是苏小姐吗？你好，我是卡地亚叔叔，埃及卡地亚叔叔，苏小姐你好。苏小姐刚刚是置入吗？苏小姐现在很努力的想办法置入她的 IG， 因为她发现怎么会触及率这样，为什么触及率变低？苏小姐，我这边要提供您一个很好提高触及的方式。什么？你放肆我，拜托。因为今天您请问您结婚了对吧？我结婚4年多。好的，那今天您是不是帮您先生擦了一个粉底让他出门呢？是的，我帮他擦了粉底，还有做一个调色。哦，原来是调色啊。哦，还哦，对，他要打亮、啊、这么多哦。因为今天您先生来到电台的时候，我赫然发现他容光焕发，妆容精致，我忍不住要请他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究竟这个变美的秘密是什么。他一概不知道，只能请问您了。哦，所以你要让他征求，你要让他增加触及率的方式就是现在不告诉大家，他马上去发文，然后发现动，发现动，然后大家就去看，这样 是这个意思吗？嗯，还是要我现在说的，我还是要我现在说的，结果怎么会有一个声音？您想要哪个方式呢？您想要现在跟大家偷偷透露一下，还是您觉得待会请大家移驾到你的限动去收看？但是限动的话可能要晚上，因为有一些台子我有一喵喵忘记，可能要晚上确认一下台子，我再发会比较好。所以，那我们先讲今天他大概上的粉底液是什么，是哪一家的好了。然后他如何做到那么精致，就等你晚上再分享。好啊，好啊。那我先说步骤好了。第一个步骤呢，他洗完，他先刮胡子，然后刮完胡子之后，他说他脸很痛，所以他本来不想擦化妆水，但后来被我逼着去擦化妆水。他化妆水选择哪一罐，我就不清楚。哼。然后擦完化妆水之后，还有再上一点点小油，然后上完油之后再擦乳液，擦完乳液，我们再做一个调色的那个润色，然后再上粉底液，上完粉底液之后呢，我们再让它打亮，然后还有画眉毛，哦，你还要帮它画眉毛啊？对，画了一下，画眉之乐，精神度百倍。那你是因为，请说。哦，不好意思，因为他今天早上的时候他是戴着眼镜，然后他下午的时候你们晚一点要去直播嘛，要去录影，然后我就说到时候再请玛丽帮他补一下妆，因为他鼻头那边应该会有眼镜的印子。没有，我跟你说，他现在非常完美。真假？这么漂亮，这么赞。所以我今天就很惊讶，他今天一坐下我就发现他今天不一样，整个精神度大增。我也觉得画完之后他长得蛮好看的，也觉得。谢谢哦，谢谢谢谢，我就不再想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谢谢。好的，以上就是老师今天打造先生完美妆容的步骤。那晚一点，老师会在限动跟大家分享，你确切使用哪些产品这样子。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们给我一个机会露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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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提亚老师，谢谢卡提亚叔叔，拜拜。好，晚上见，拜。다간시간그속에내가나조차도몰랐던나의진심을 I try to lose
我偷偷跟他讲，他刚说刮完胡子后面做那些事情啊，你都没做，什么化妆水、什么油、什么的，我全部都没做，我骗他的。天哪！天哪！做这些事情太麻烦了，太麻烦了啊！赶快帮我画一画，那边啰嗦那么多垃圾，哎呀！不要跟他说，不要跟他说。我有个很确定的，就是他帮你上在脸上的打量，应该是他的爱，就是肌肤之钥的打量。其他我不确定，对那个打量的光泽度，的确会非常非常的美。最近你有什么美眉爱漂亮的问题，或是你有像卡卡老师觉得用到什么赞的，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一样透过 Telegram 群组来留下你的美眉爱漂亮喽。这边呢，可能有人刚认识马克的太太卡提亚，想说为什么叫老师呢？请问他在教哪一科？化妆啊，他教化妆的，他教他是美妆老师，美妆老师，人生大道理老师，婚姻相处的老师，男女相处智慧，没错没错，发质老师，长腿老师，各式各样的，皮肤白老师，皮肤白老师，没错没错，你想教什么老师都可以。Lucky girl, she got married to a boy like you. She'd kick you out if she ever, ever knew about all the you tell me that you do. Dirty, dirty boy, you know everyone is. Hello, 你好。喂，马克马你好，我是马吉妹。马吉妹你好。对，我要推荐的，我要大推坑大家。就是因为最近有点换季的季节，那我以前换季都蛮容易起疹，就长红点点。那我最近有用那个叫做顺三七的肌密露 ，SUN37。哦，它就是类似前导液的意思。然后它就是，但它是用在化妆水之后，不是化妆水之前。然后我就是发现，用完它之后，我好像换季比较不会，就是过敏或是长那个起疹，就比较稳定。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蛮推荐大家，就是卡布隆的那个脸部的去角质磨砂膏。然后是薄荷的哦，因为台湾天气大部分还是很热。它薄荷的话就是还蛮凉凉的，就是可以舒缓一下。但是就是它的去角质不是手干脸干要用，就是你要加一点水，不然你的脸部会被磨砂的很痛，就要轻轻的，不能太大力。然后用完之后很鼓溜，就不用再用那个洗面乳了，就很棒。好的，撒蹦的。对，他还蛮期待卡提亚的那个推荐到底是什么粉底液，就晚上会关注他的行动。赞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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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谢谢，拜拜，拜拜。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Sam Smith 的 Unholy。
밖에 없으니까 직접 아니 목에 멈추는 내 거니까 땅바닥에 잔 패로 we go to zero five shut it down 초록비를 내려 머리 위로 don't trip baby 겸손하게 그냥 앉아있어 just sit baby praying for my downfall many have tried baby catch me when you hit my Lamborghini go v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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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we pull up you know it's a shutdown 간판 내리고 문 잠가 shut down whip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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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black and it's pink once the sun down when we pull up you know it's a shut down 간판 내리고 문 잠가 shut down whip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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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watching me shut it down nah you don't wanna be on my best side that's right I'm sliding through bunch of wannabes that wanna be me me three if I was you been around the world calls on your girl Vivian says be invested need a lesson see the neck and see the stresses we don't buy we be cursing a rock star a pop star but rowdy I say bye to the paparazzi get my good side I'll smile for ya no it ain't fair to ya it's staring ya like what now Blackpink in your area the area been shut down it's a shutdown 네 다음 답안지야 똑바로 봐도 sleep baby 뒤집어봐 이 공간 옆에 ain't cheap baby Stay in your own lane cause I'm about to swerve Catch me when you hit my Lamborghini go v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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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we pull up you know it's a shutdown 간판 내리고 문 잠고 shutdown Whip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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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black and it's pink once the sun down When we pull up you know it's a shutdown 간판 내리고 문 잠고 shutdown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Shut it down up to the sounds of the silence that allows for my mind to run around with my ear up to the ground I'm searching to behold the stories that I told when my back is to the world that was smiling when I turned tell you You and those little highway-speed shorts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The Neighborhood， 这首歌叫做 Sweater Weather， 的确也要慢慢慢慢的进入了。当然现在可能有人说九月都要结束了，说好的秋天呢？秋老虎来了啊，好热好热，今天真的是好热好热，而且新闻又在提醒大家那个紫外线是超标，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大家有没有什么美眉爱漂亮的询问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者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当中发问留言喽。想要请问保养的顺序哦，就我手上有四样产品，一个是极光水，一个是小黑瓶，一个是面膜，一个是乳液。哦，交给我，我来，请回答。极光水、什么小黑瓶，然后面膜跟乳液，它是不是有一些重复的东西啊？我来想想，我来想想。一般洗完脸应该是先化妆水。再化妆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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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倍水，看你有多六倍水，对，看你有多勤劳。三是基本，七是卓越。哇，那医师讲的你记得很清楚哎。化妆水上完之后，面膜，极光水，嘿，小黑瓶，最后是如意。哈，错了，你再说一次。哇，好像那个，好像以前回到高中的时候要排历史顺序哦，年代顺序。我真的很讨厌那一种哎，这个最难，这个要浪费最多时间的。而且你错就基本上就两个一起错，就你错就全错啊。有可能你头尾二三反啊，因为它单选题啊，哦，你全错啊，这个全部都是靠感觉啊，瞎蒙一场啊，所以我历史都很低。不，就那种感觉说，我觉得这个人应该要早一点吧。我看那个哪有，这就是每一个你真的要非常非常确定才行，这是最难的题型之一。你是不是每次都很会挑战成功？不会啊，这就要浪费很多时间在想，你真的要每一个都很确定才行。我也花很多时间在想，但是我想我脑袋运作的想法跟你可能不太一样。好，我们从历史到美妆是同样的概念跟逻辑，所以刚刚那样我不对哦。其实我觉得严格来说，就是保养没有那么痛苦的绝对你要怎么样，就当然就是基本的嘛，你要从水的到比较浓稠的霜啊乳液，那个质地的演变，质地的往前进，那个步骤当然是照这样做。可是他困扰是说，有人说面膜跟小黑瓶很像，所以有人说用了面膜我就不用小黑瓶。对啊，因为我觉得是很像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归到就是跟我们书里常讲的是一样，就你要认识你自己。如果今天你是想要turbo 加强的话，那当然一开始就是哦，我一洗完脸我就敷面膜，敷完面膜就按照你的保养程序，因为它前面等于是帮你加强了保湿打底这样子。面膜，然后嘞？面膜之后就可能面膜之后极光水啊、小黑瓶啊、乳液啊，就这样。那我就正解嘛，你那边质疑我奇怪嘞。但是如果你就觉得你就是觉得面膜精华液不就是很像我要擦小黑瓶的精华液，所以你就觉得那我就是我敷完面膜之后我就直接擦乳液。好，那我觉得这也是可行的，对，他也没有说绝对不行，就是你不要你直接略过了小黑瓶跟极光水，因为那都是像补水跟精华的东西。对，然后你就觉得我那个面膜已经吃得很饱了，我就直接上乳液把它封起来不就好了嘛？这也是对的、啊，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这都是很开心的自由实验。哦，你再给我用那个 Popeye 的方法回应我。对。他的问题四个怎么用嘛？我就是告诉他四个怎么用嘛。当然你要节省一点，把中间的两个一样的东西抽掉，当然是可以的啊。哇，怎么真的很像在以前上课啊？对啊，0223639955，3:31。
Until I found you. 等一下呢，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要去一个，其实在这中间已经跟表姐有非常多次的合作了，嗯，但是真的是第一次可以踏入重口味开房间，第一次马克要面对马克，真的是第一次，有一点兴奋，终于可以打破很多人的想象了。你说你到底是不是重口味的马克吗？对呀、啊。Wake up, I'm wasted still. I realize the time that I wasted. 这边呢，有一个人想要分享正负零的吹风机。他说呢，这个是蛮推荐旅行外出使用的，很方便，轻量小巧，不到500克，可是它有1500的大功率，还有负离子，吹完头发柔顺。所以说，你出国是喜欢带自己吹风机的人的话，他觉得可以推荐这一台给你喽。出国？出国是什么？出国就是你要先去有一个护照啊，你要先办护照。办护照之后，护照是什么？护照是一本绿绿的。哦，现在申请护照听说还非常非常久，哦、真的、哦，因为大家都发现要过期了，所有人都在换护照。对啊，因为我的护照也要过期了，那怎么办？明年如果鱿鱼游戏选到我的话怎么办？我护照要过期了。你还记得鱿鱼游戏啊？啊，怎样？他什么时候要公布？我不知道他是会不会公布啊，我不知道啊，真的会选到我吧？我觉得我表现非常好哎、欸。你会不会跟豪平一起啊？豪平也有上，也有甄选吗？豪平也有报啊！哦，真的、啊？嗯。哇，我跟他撞型了，糟糕了！撞型了，撞型了。两个都念过一点书啊。撞型，完全撞型。神似神似啊，都会主持啊，又都是政大的、啊，两个人。外国人谁管你政大不政大？外国人哪知道啊？在鱿鱼游戏里面，你有办法踏着豪平的尸体往上爬吗？如果是豪平的话吗？嗯，就是你也认识这个人。嘿、
一开始一定是跟、假设如果我们都在里面的话，一开始一定是跟他组队的吧？对啊。然后最后要队员之间厮杀，比如说像上一季那一集就是要什么两个人猜拳，然后其中有一个要死的那个嘛，就在一个巷弄当中、那个，就最后决定，那就是看运气咯，就是努力咯。然后把你输了说等一下再来一次，你说拜托黄豪平、应该是不会吧，应该吧，我要去问黄豪平这个问题。应该吧，在生死关头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吧，就是我们现在想是就是生死关头，你不知道你是残忍的多一点，还是你是要维护自己性命多一点，还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痛下杀手多一点的，对，真的不知道，这部分的你我也不知道，我希望我不要知道。最近每天早上又会被喷射机吵醒。那第一So let me show it. You are exactly what I want. Kinda cool and kinda not. Wanna give myself to you. Yeah, we're driving down the freeway at night. I only got one thing in the back of my mind. I'm feeling like this might be my time to shine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I got my head out the sunroof. I'm blasting our favorite tunes.着你的眼睛。
心，我只想听你说，说一句我愿意，是这样的语气，我才能真的相信。时间不曾停下来，每一句对白却烙印在脑海，真实的心跳不用刻意彩排，我在一步就不让你走散，迷失在人海，也曾心碎等待，也说过分开，有多么爱，我只想听你说，望着你的眼睛，是这样的距离，我才能真的相信，想听你说，说一句我愿意，是这样的语气，我才能真的相信，才能真的相信。怎样？我只想听你说，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都想听你说，而且只要你打电话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说，我们绝对会听你说。Yeah， 3点48分，接着下来呢，为你送上是梁文音有最新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好好对待他》。请你
之前在娱乐线就是遇到梁文音的时候，他整个人变得非常的精实，然后肤色也晒得很健康。那当然，所有歌手在疫情期间就是都会遇到就是你很多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然后他为什么变那么 fit 呢？因为他说疫情期间你可以掌控的就只有自己的身体。没错。所以就好好的锻炼，就是准备好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然后等可以出发了就出发。好赞哦！为什么他疫情这么精实，我疫情这么肥？因为你疫情都正常上班，谢谢。如果我不上班以后，我会变得这么精实吗？不会，你会变沙发马铃薯。对。对，这是 mindset 的问题，这不是外界发生什么事情的问题。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会这样子，就是对自己严格的人。就昨天，因为我们昨天也受了一个，也有接受一个访问嘛，然后就关于就是我们两个个性有点慢慢在转换，前面跟之后交叉。然后我常常都在追寻，就我昨天洗澡就在想我们访谈内容，然后我以前都对自己很严格，我总是在想未来的事情，就我希望我明天的我快乐，所以我今天不想吃宵夜。我希望一个礼拜后的我快乐，所以我知道我今天就要写作业，我知道我今天就要把这个东西完成，就是即便那个东西我真的很讨厌，我还是要做完，努力的做完。然后想说，是不是应该要设一个无止境的追寻未来的快乐的停损点呢？什么意思叫无止境的追寻未来的快乐停损点？就是我永远都在追寻明天、后天、大后天到底快乐，可是我是不是没有好好活在当下？对对对对，不要把那个未来快乐就是要买到那么的远，就是。当然吃下这种近距离就 OK， 但是不要老是想的就是我要以后的我怎么样，所以我现在就是但是我就等于是我每天都觉得我还有更多要去满足的事情，然后我就每天都会压力很大。可是其实你没有为你的人生设一个真的很高远的目标啊，你到底想要干嘛？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干嘛、我就是一直希望自己未来很快乐。跟我就想说，那拖延跟不拖延的差别就是我会常在想，就是如果不做这件事情，我未来会很不开心。我就设想到，我防止未来我不开心，可是当下我也很不开心，然后就陷入那个循环当中。但是你看你现在就好像我们的快乐只是相反的时间，我们痛苦跟相反，我们痛苦跟快乐只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出来而已。但其实我们活的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可怜。对。我们都是没有好好找到中庸之道的人。今天最后呢要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DT 陶喆，我喜欢。我是马克，我是玛丽。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上班可以听的 YouTube 频道以及 Podcast 的马克信箱。明天见喽，拜拜。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的